再摔一跤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我们的视频。刚才老肥打电话给我说，收了一个很大的快递过来，我又没有买，不知道是什么，很大一个，他的车子装不下来，上去看一下，走。哎呦，不要了，更大，这么大哦！小心嘛！哎呦，方向盘呐、啊，嗯、哦，那个轮船那个方向盘哦。对，这个要弯一点。哎呦，这个是什么东西？方向盘啊？就我能开吗？我这个手能开方向盘吗？这么大？这个是什么？这我都不知道什么东西。还好开这大的去哦，贵州批过来的吊篮啊，吊篮写了吊篮，这吊篮我没有买，怎么这么大一个呢？好像我们来看一下，哎呀，打住了吗？打住了。哎，这个不重呢？不重了，这个大了。还有一根呢？这一根，这根又是重，这个应该是这样的吧。哦哦，我知道的，那种古亭山那卖二手家具那里有那种，那那么低档的，好吧，人家是真的，他说二手家具，装一下看一下，看他帅不帅？这还是家提货的吧？哎呦，谁呀、啊？哎呦，哎呦，这个有点，走、啊，西天洗清去啊！滚啊！跑那么快啊！追这个人要追半死去了。哎呦，都说了楼房高好看而已，等到搬东西的时候不用了，尿要飙了。哎呦，看这个颜色不错的不？嗯，应该是这种颜色的。哎呦，穿这个有的搞喽。大伯也来了。大伯说这个呼啦圈好大哦，是啊，这么大的摩拉圈，摩拉牛的那什么那个摩拉圈吗？哦，摩拉圈这么大。哎呦，这个下面好热啊，大伯。热，这个老脚好大。这是装鱼的，大伯，装鱼的，大伯拿来装鱼的，老脚，草鱼，老脚就不老了，大，是装鱼的。马上就完了。那有一朵花树给你的，网鱼的时候要用的。我要带背鱼去，我有时候回不来啊，下大雨啊，哦。要带背鱼去。哦，下大雨回不来有背鱼。你信吗？哎，好下。以前想买的货，你现在已经送给你。我以前想买这个的不？我真想买这个不？但是你这个。应该挺贵的哦，不便宜，这个东西真不便宜，装起来就知道了。嗯，这个解开的，那几个土包子见过这个东西，玩过这个东西，没装过，现在好了，哇，又得见又得装又得玩，装我们这网鱼啊，有像老蒋哦。有像老蒋哦，真的有像，我就懒得要办，洗不喽。可以了，有不会在里面烫？这么矮吗？哎，刚才那个，不是，我看一下，放那点的吧，好像是这样的，脚刚刚没够放进来，来，对，然后就坐在这里。啊，又有个螺丝眼的啊，你还加矮一点也可以啊。哇，算爽了！哦，没有，你想放高一点就放这一根上去，放高一点就得了。会晕。嗯，这够高吧？够啊！然后上萝卜，长的小的可，这阿勇都可以做了，老肥都可以做了。老肥哦，这里还有一个卡扣，这个大炮的子弹。哎 ，beautiful night。哦，这样子，好了，哦，我晓得了，是这样子的，是啊，这个也要吧，这样子的，然后从边上这样子的，哎，我还是会穿花的，你看，大伯说这个是老脚，
就是装好一个老脚啊，肯定贵。哎，豌豆来了，睡老脚。哟，这个要杯子盖了，帮你放大杯子。这个是带膜的是吧？等一下要把它放起来先。那搞卫生的时候有灰尘，等把它搞完卫生就放出来。没事，就大家上来坐一坐，摇一摇，是吧？都还有感谢信来的，有吗？你好，感谢您选择我们的吊篮，是吧？回头在过去的时间里，我们一直在奉行客户就是上帝，你就这完毕。那都是天书吗？回头带太多了，先别念了，这回头还现在还不晓得是谁送的。好，这样啊，老板送的。那这个装好了，回头去找一下是哪位。哪位好心的朋友送有我地址的都是认识的啊，有要帮他拍一张照让他让他要那个寻物启事的对啊，要寻物启事要问一下是谁寄的，等一下要看是选哪个物哦，是选这个物选这个物哦等一下我人家以为是看群人的哦，不是群物哦不能跟他们扯了。好了，我们这个吊篮已经装好了，是现在还才装完了，不知道是谁，但我们到人家去问一下，看是哪个好朋友送的这个，给我发个信息给你，好歹让我说一个感谢，是不是？好，咱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去，寻找咱们的那好朋友，谢谢大家，好人呐、啊！哦，大伯，有空就摇坐一下，我们摇篮一下、我看见你坐也很舒服了，那你坐一下，感受一下，感受一下，大伯感受一下，很爽啊！就这样子去捞鱼，对，不是捞鱼，给大伯。烦恼的时候呢，就你摇一下也清闲很多了。那我说啊，热的有鱼睡，冷的有被子盖，哎呦，很舒服，机会享受哦。是啊，好，那你在这里享受，我们溜达了啊。跟他们玩一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，谢谢。Hello, YouTube 的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农人 DJ 峰峰，谢谢你们喜爱我的视频，请持续关注我的频道，我会给大家分享更多有关于农村原生态有趣的生活视频，感谢大家的订阅，请在我的视频下方给我留言，祝大家生活愉快。